娘，你看我做的像吗？就是颜色不太像。娘，你明天带我去磨坊做真正的新型墨好吗？二掌柜回来了。爹，爹，你看我做的。不错。爹，你明天带我去磨坊做梅花墨吧。哦，你为什么要做梅花墨啊？我娘叫乌梅，我就喜欢梅啊。哦，好，好，你先去吧。生意不错，挺好的。施主尚在人世，多谢大师救我，多谢了。哎，施主要上哪儿去？我有要紧的事儿去办。施主身体虚弱，不便远行，还是养好身体再说吧。大师，你实不相瞒，我确实有不便之处，如果留下的话，恐怕会给你带来麻烦。阿弥陀佛，俗世麻烦何能打扰佛门宝地？施主既然来了，就是与我佛有缘。不论施主过去做过什么，佛门宝地能保你安全，施主还是想一想眼下自己的麻烦吧。眼下的麻烦，老衲诊你的脉象，已知施主曾经经历了一次生死，施主至今体内尚有剧毒，贸然出行恐有不测。大师，你说的对，在下日前试服过一种药，已经算是死了一回，不知道这次药下身体恢复过来需要多久。哦，少则数月，多则一年。太长了。长，人生苦短，一生则一瞬间。可是我还有要紧的事儿没有办呢。可你这么走，那施主就活不了几天。施主暂且把心境平静下来，养好身体，日后的事情日后再说。大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啊，因为施主与我佛有缘，我看施主是个读书人，这寺里有很多的经书，施主在此养病，没事的时候可以读读这些经书，看看寺里的壁画，这周围山上的风景也不错嘛。施主不用担心在这里会感到烦闷呐。紫妍妹妹。啊，纳兰哥。哎呀，紫妍妹妹，你看看你啊，你是磨坊的老板，不是磨工，你看你把自己抹得像个小花猫似的。哎呀，来。纳兰哥，你知道吗？这制墨呀，真有意思，一旦钻进去啊，就出不来了，会上瘾的。紫妍妹妹，啊，你这慎郡王家的格格迷上了制墨，这说出去谁会信呢？这啊，你看看你，爱信不信，反正在这过程中我快乐就好。哎，你看看这观赏墨做得怎么样？哎，还别说，你在这方面还真有悟性啊。那当然了，快洗洗脸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
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咱们成婚15周年的喜日子，你忘了？都15年了啊！哎，我在江南斋啊，都订了位子了。哎，妹妹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走吧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大悲咒。施主，书读得怎么样了？师父，在下有很多不明白，请说。佛经里讲因果循环，善恶有报，可是打破头我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些人吃苦行善一辈子却不得好报，甚至不得好死，而有些人贪赃枉法，无恶不作，却能在这世上逍遥自在，俯首双拳。师父，天理何在？佛理何在？今日不知明日事，前生怎去后生缘。施主是个明白人，老衲不想跟你讲因果报应的故事，今天到放生池等我。紫妍妹妹，紫妍妹妹，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那你还不赶快换衣服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施主，看，泉水溪流在不知不觉间出现，草堂与树木在不知不觉中合拢，每走一步都有说不出的神奇，每止一步都有隐隐于怀的渴望。走在天地怀抱里，你才会觉得一切恩怨算不了什么，这天地宇宙间无不让人怀着爱与敬畏去膜拜，去感动。难道人的爱与恨都没有意义吗？去者去，来者来，悟的悟了，迷的迷。看着山岳清冷没有什么，却敢在天地面前称永恒，而人世间的爱与恨却不能永恒。纳兰哥，第一杯酒我们喝过了，我想啊，这第二杯酒我就敬给靳开文，他坐古15年，我想用这杯酒祭奠他的亡灵。紫妍妹妹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事情已经过去整整15年了，一切早就结束了，你并没有亏欠他什么，该把他忘了。可是我忘不了他，今年皇上大赦天下，如果他不被狼吃掉，他也会从宁古塔回来的。15年，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
自难忘。紫妍妹妹，如果靖开文活着，我倒真想看一看他是何等模样，让你如此牵肠挂肚，难以忘怀。对不起，纳兰哥。何大人，哼，你小子搞什么名堂，带这么大的箱子串门不嫌累得慌啊？大人，这是小的特意孝敬您的一点东西。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大人请过来看。来，打开。请看，大人，您看，玩意儿倒是不错，就是手感好像不够压手啊。何大人真是个行家，我刚看到的时候和您的感觉一样，所以我就派人重新赶制一座。来，打开。这个手感不错啊。大人，这是32左金残局，这是32左银残局。哦，这满朝上下除了皇上，我看就是何大人您才配享受这些东西。你小子嘴巴可真甜呢，冲你这份孝心，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哦，都下去吧。是。大师，施主还是要走吗？在下现在感觉身体好多了。啊，施主气色是好多了，可你眼里的杀气却更浓了。大师，在下怀冤15年，这口恶气实在是难以下咽。施主，这世上没有不能忍的事，只有不想忍的事。什么意思？施主怀冤难雪，此去必动杀机，老衲不忍看你与恶人玉石俱焚呢。那大师的意思是？哦，老衲有意让施主落发本寺。大师为什么要让我落发为僧呢？施主才学过人，非本寺内众僧能比。他日老衲往归西方净土，施主便是老衲最好的传人。佛门大开，来去自由，施主执意要走，老衲也不勉强。皇上禅让帝位了啊，你明白吗？这么说何大人
何大人的地位就更重要了。哪里呀、啊？新皇要励精图治，我还是在皇上面前打打下手吧。啊，何大人真是过谦了，像您这样的朝廷栋梁，怎么能说是打下手啊？吴老板呐，说穿了，在皇上面前，多大的官都是打打下手。啊，哎，大人，我能请教个问题吗？说。这个新君即位，内务府给朝廷定谟的事，还有回旋余地吗？新君嘛，什么事儿都得换新的。过去由皇上钦定，这地位一禅让，一切都得由新君来钦定啊。啊，这我知道。可是，当然，你的事儿，我会向皇上举荐的。不过朝中几位大臣也都举荐了几家制墨商铺，当然你的墨铺是最好的，不怕跟他们竞争，不是吗？对，小人的墨铺不怕和他们竞争，只是小人来京的年头太短，我怕我……放心，你的事儿我会向新君推荐的，甭说是朝廷用墨，就是全天下用墨都由你一家来制作。不过作为军机大臣，我为这点小事儿，大人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？有，我说句话不要紧啊，可这话一说出来，得罪了朝中的几位王公大臣，嘿嘿，你说我值得吗？啊，小的明白了。只要您能费心举荐我们家的磨坊，成为天下制墨第一家，这磨坊不就是何大人您的了吗？嗯，到时候您言语一声，我能不鞍前马后吗？啊，我可没别的意思啊。你去忙你的吧。这事儿我搁在心里了。好，那小的就告退了。嗯，下次再到我这儿来，可别带这么大的箱子。知道的里边是餐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收了你多大的好处啊。好，小的记下了。大师，施主为何没走？因为大师难住了在下。哦，老衲以什么难住了施主？以佛法。既然如此，那施主还想走吗？月明星稀，星繁月隐，总是一片清凉。施主若能与老衲在此凝心静气，那世间便会多一份清凉，少一份喧嚣。大师，在下难以凝心静气。你若不凝心静气，那你的亲人如何能凝心静气？15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归于平静，这难道不好吗？可是恶人不会自灭，我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。施主，作恶者人不浅，天必浅之。大师，在下不信。也不信天，也不信命。也不信天，也不信命。也不信佛。在下曾经呼天天不应，求佛佛不来啊。那是因你心中没有慈悲。慈悲，把众生之苦为慈，托众生之难为悲。施主单为个人恩怨着想，哪有慈悲？能得天应，得佛救？海道无边，天作岸，山登绝顶，我为峰。想当年，施主少年得志，恃才傲物，只知舒张一己之志，哪管天下众生哀苦，更不用说去惩处什么恶人了。到了自己蒙冤之时，却要怨天怨地，岂不让人可笑之至？那依大师所言，在下应该如何去做？消弭杀气，慈悲为怀。大师，想走可以，但要等到你的眼中
看不到凶器。这不可能。那施主就做不进关，当苦行僧，什么时候练好了，什么时候再下山。什么？皇家用墨让吴志鹏一家独揽，这简直是乱弹琴嘛！不行，我得去见皇上。北郊，是。皇上，墨乃天下文字之根本，历朝历代从未有过朝廷用墨由一家独揽制作的先例。万一这家墨不合格，朝廷文字如何传承？皇上的丰功伟绩又如何载入史册？宣君王，你凭什么说人家乌家的墨是不合格呀？皇上，他可是天下第一家呀。这个吴志鹏一直以奸恶出名，如果朝廷的墨由他来制作，难免他会偷工减料。慎君王，朕可听和珅说，吴之鹏是个正经合法的商人，而且当年还帮太上皇破获过伪纸之案，这个人应该是对朝廷有功的呀。皇上说的没错。启禀皇上，那个案子还有许多的疑点，而且种种迹象表明，那个乌之鹏很有可能就是陷害靳开文的主谋。像他这样的奸诈小人，如何能担当起朝廷制墨的重任？慎君王，你凭什么说人家？说话可要有证据。证据？对。你要证据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只需问问太上皇，他老人家就会告诉你谁忠谁奸。慎君王，当今皇上就坐在我们的面前，又何必去打搅太上皇？你居心何在啊？本王是替朝廷所想，是为皇上所想。说的倒是义正辞严，可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，沈君王还不明白？本王不明白。好。此番朝廷用墨乃内务府制定，不过据下官所知，你慎郡王也举荐了一家墨坊，是不是得了人家好处，你要替人家办事不成吗？你血口喷人，你血口喷人！你别紧张，是不是让下官给说着了？慎郡王，我劝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回家去做你的逍遥王，朝廷之事就少掺和点啊！你不信任当今的皇上，办得好这么点小事情吗？你，沈君王，下官跟皇上还有要事要谈，您是不是先回避一下？皇上，要不臣改日……哦，我有什么事就今天说吧。这。启禀皇上，始觉浮生无住着，
顿令心地欲归矣。大师，如今你眼中只有佛经，佛已在你心中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可以随时走了。我不打算走了。为什么？自从得到大师指点，弟子心中豁然开朗。正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就算世间少了我一个人，那些恶人也不会因此而受到惩罚。大师为何发笑？施主尘缘未了，不要妄谈皈依。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也想了很久。算起来，弟子已经离开俗世15年了，就算我现在回去，也都是物是人非。虽生如死，不如就此剃度，皈依佛门。未到瓜熟蒂落时，老衲还是劝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意已决，我愿以暮鼓晨钟遁入空门，请大师答应我。此刀落下，一切成空，你可要想好。我想好了，请大师剃度。此香落下，变成我佛门弟子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请大师落戒吧。施主尘缘未了，为师我还不能落戒。老衲给你准备了一张度牒，施主带在身上，路上若有人盘问，你就说是龙吟寺挂单的云游和尚。大师，这都是为什么呀？佛门化解杀法，但也不容忍妖魔。老衲只是希望自己所救之人怀有一颗慈悲之心，对待世人要做到能宽则宽，能恕则恕，能普度众生则普度众生。大师法眼如针，洞悉一切，弟子确实尘缘事未了，请大师恕罪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弟子心已归属我佛，等弟子此番去往俗世，把此生恩怨了了，便立即回头皈依佛门。施主一路常有危险，好自为之吧。阿弥陀佛。包公子，碧云小姐，在下给你请安了。包公子，我都已经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你不要再叫我小姐了，我已经是有夫君的人了，你应该叫我夫人。碧云小姐，景开文他已经死了，
而且这个消息是在京城的紫烟哥哥那儿得到的。你是和晋开文的画像拜的堂，那不过就是为了了却一下老人家的心愿，这能作数吗？我知道你现在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，你总不能和画像过一辈子吧？自从我娘子过世以后，我就一直在等你，我已经苦苦的等了你三年了，你总不能再让我等一个三年吧？包公子，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两个真的是没有缘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碧玉小姐，我是真心的。包公子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我会继续等你的，请你记住我的话，如果有一天你回心转意愿意嫁给我了，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娶你。哎，包公子，包公子，真谢谢你对我的一片痴情，不过我还是想再劝你一句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嫁人了。小六子，小六子。哎，小姐怎么了？去把咱们家的黄历拿过来，我要查个日子。哎哎，小姐，黄历来了。要查什么黄道吉日啊？我要查一下我爹的忌日是哪一天。明天就是我爹三年的忌日。晋表哥也过世15年了。我说我这一天怎么心慌的要命啊。晋少爷过世都已经15年了。可不是吗？如果晋表哥不死的话，今年皇上大赦天下，晋表哥也该回家了。啊，小六子，你赶快去备轿，我要去给晋表哥烧香。哎，好嘞。阿玛，这和珅真的把智墨权交给了乌之鹏。新帝刚刚登基，和珅大权独揽，这样下去朝廷堪危呀。我去找纪先生，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。阿玛，阿玛身体又不舒服了。和珅把阿玛给气病了。哎，你不是去吏部了吗？这才什么时辰呢？你现在就回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刚到吏部报道啊，他们说
已经给我委官了。吏部给你委的什么官呢？他们让我到户部做副员，闲差。副员？我去了。去了以后一看呢，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回来了。这回来的路上，我琢磨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后来我想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一定是和珅搞的鬼。又是和珅，真是欺人太甚。我跟他没完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去找季先生。哎。季大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在这喝酒啊？哥哥啊，来来，坐坐坐。你说我不喝酒我干什么去啊？这和珅把朝廷的治墨大权都交给了乌之鹏，我阿玛为了这事儿和他在皇上面前吵了起来，气得直吐血。你阿玛吐血了？你想让下官为你出头？那是，只有您治得了和珅，不找您找谁呀？哼，现在找我也没用了。先生何出此言呢？哥哥，这事儿如果昨天来说，兴许还有辙。今儿个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先帝禅让后，军机处把我给架空了。我现在的正职，就剩下翰林院的总编纂了。又是和珅。哎，哥哥，回去吧。恶人自有恶报。啊。开文哥，媳妇儿又来看你来了。明日就是我爹满三年的忌日，媳妇为我爹守孝三年已满。明日我去给我爹上完坟，我就要散尽家资，收买亡命之徒，前去杀了乌之鹏和方伯年那两个恶贼，为二老报仇，为我爹报仇。开文哥，碧玉生不能与你为妻，死当成是你左右。娘，碧玉答应过你，
生做您的儿媳，死做靳家之鬼。过不了多久，媳妇儿就要在奈何桥下与你们相会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靳开文的一个朋友，他临死之前让我务必来看你。你能让我看看你的脸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我的脸受过伤，是一张魔鬼的脸。我不怕。你不要逼我。家里的事就是这些了。那你跟靳开文的画像成婚，你不觉得委屈自己吗？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还是说说我开文哥的事吧。靳开文死于疟疾，是我亲手把他的尸体抬出去的。我从流放地回来之后，得到了一大笔财宝，因为我有案在身，没敢回来，就在关外做生意。现在生意做得不错，这是黑子做过镖师，现在跟着我，帮我出了不少力。你真的是开文哥的朋友吗？我是他患难与共的生死兄弟，我答应过他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会替他报仇。可是乌之鹏和方伯年现在手眼通天，你能斗得过他们吗？不是还有你吗？咱们联起手来一块儿跟他斗。我也一直想报仇，可是我一个人一直没能成功。别急，这银票你拿着，先把龙盛堂的买卖恢复起来再说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只要我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替靳家洗清冤屈，打垮吴志鹏，夺回红磨坊。情未了，不能。